很厉害，耶，是表弟。OK， 这个直接到香港演那个古惑仔，多帅耶！成功，又 man 又帅，陈小春。这什么？我表弟，真的表弟，我妈妈妹妹的儿子，这么好，真的啊，184、185哎，很高，六块肌，你好，健身教练、潜水教练、滑水教练，会自由搏击哦，等于 Darren 就是你表弟，完全符合你的择偶条件，对对对对，我喜欢六块肌，那你早就应该把他推进来演艺圈了，对，但是因为我要讲是他跟我年纪其实有蛮大一段差距的，所以呢，其实我上次见他。而不是他，差距是大，毕竟是表姐嘛，姐姐嘛，你都40好几，我以前抱着他，他是小婴儿的时候，我还在喂他奶奶耶，差十几岁，喂他的奶，他妈妈给我奶瓶喂啦，这世界上谁会亲喂表弟？那时候也才十几岁吧，妈妈在什么？亲自喂他有什么问题？对啊 ，Darren 你好，谢哥好，哎哎呀，你哎，这个外形很可以，喜欢运动啊，过动儿，从小就是，那很好，他体育系的，体育啊，那刚好，你这个外形是很棒的哦，而且味道也对，味道，要不要香港拍戏？我觉得可以耶，他声音因为他很有个性，个性，香港同一时间呐，大概5、6组戏在拍，每一个导演都是我的朋友嘛。哦，哎，这安插一个，这安插一个是吗？会灯光会吗？会不会做灯光？不是，人家要拍戏就是要去当明星，今天来是要进演艺圈，真的很帅，做幕后干嘛？你不觉得他有点像 L A Boys 里面的那个表弟吗？哦，有，有点洋派的感觉。对啊，啊，有对这个行业有兴趣吗？会想进演艺圈吗？可以尝试看看，可以尝试，可以尝试看看，更积极一点，不能说哎呀，我愿意试试看，不要这样。还有一种来带过来说，哎，宪哥，那宪哥去找你好了。啊，找我？对，先不要。我对，我今天很多钱。我们先认识啦，不好意思，他最近摔到脑，身体不好。哎，宪哥，我以前一身是伤。他找我，我待会来找你，好不好？我有，那更不要了。好了，乖，你乖，你乖，拜托你。这么摔到，奇怪的医生不是说他没事吗？他想要往哪一方面来？对啊，演戏、唱歌。我觉得他很适合往就是一些比较酷啊，就外景，比如说外景啊。然后他很阳光，很爱运动，对对对，玩很大那种外景，他一定全部都很需要，因为现在外景都小梁哥这种一定要替换掉了。小梁哥有办法做外景？对啊，阿老的老嘛，摔车的摔车嘛，对不对？好辛苦啊！你们不要误会小梁哥，原因不是因为他年纪有了，而是因为他配合度不好。小梁哥还蛮好相处的啊！不，他太危险了，他就不去了。没有，而且我上次去出外景的时候，在垦丁就遇到 Darren， 是吗？他不是在运动，他是在一个 bar 里面。你看他调酒也会做一些兼职啊，什么都会。真的，他有在打工换宿。然后他那个时候有跟我们自我介绍说啊，他的姐姐是何宇文。我们马上跟他握手说啊，你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对，一辈子都委屈。带来什么表演？打工换宿。没有，带来一段舞蹈健身表演，展现他的 muscle。美与力 ，Darren。欢迎。今晚我想来点。嫌我太帅，你说我太拽，你嫌我太屁，这叫 LIHI 厉害。不用跳，怎么跳的怎么打分数，看不懂什么流行读书，想说快乐想说不用输，这叫表姐呢？哎呦！你要抱我啦！哎呦！我要被钱。
这段表演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来，太好了，他从头到尾就是在展现他的实力啊，各种的健身的动作他都没有问题，即便前面有两个我家牛排的在前面一直甩来甩去，但是瑕不掩瑜，我们还是一直在看 Darren。但是最后一段为什么银马主出来在干什么东西？大扣分，不是因为其他的人他不好意思扛吗？那我又很久没有摸过猛男了，但是自己人摸一摸也还好啊。这个表演呢，唯一只有一个缺点，我一定要讲出来，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。对，因为你是专业，你好吧？专业的一个表演有吗？有只有一个缺点，就是说每次表演完，都会浪费掉一件内衣。这是一种快时尚，反正穿没两下就要死。你最近在休息，你也刚好可以练一下肌肉啊。不会不会，那种味道嘛，人就是味道。哎呦，这么严重！我们也可以，我真的没有看过这么爱讨拍的人。我就要练肌肉，他把烧给我看。有啦，其实你第一个那个还是那是药还是有里面啊药啦，有点收烂掉了吗？没有，然后里面会有渗液啊。那本来说要缝啦，我说哎呀，男生在缝什么？所以其实他是有什么关系？他是外表撞，你撞的是你的内在。哦，外表就普通这样。还有别的？讲我们讲 Darren 好不好？一般都会大肌肉小。不用剪，你问他，你问他是不是会他？讲他自己呀，因为他们有很多要吃什么高蛋白。你哦，你老公对，OK 对不对？我老公很 OK。No 对不对？啊？你们怪兔这样乱讲什么？好，不要这样子啊！我跟你讲哦，很壮哎，好累哦。Darren 上完今天这个节目是小明星大跟班，是你的翻身之作哦。从这边开始，一定会有电视制作人。你这个型哦，太容易塑了。你的戏好不好？喜怒哀乐，我们先来试。喜怒哀乐，好，来看着中间镜头，来哦。好，喜怒哀乐哦，好，预备，哎。是有打完肉毒吗？刚有打完肉毒的意思，因为他习惯了，心里面想着要喜怒哀乐，所以他一这么哀啊。你不要这样子，他裸体加哀，全心全意预备的是喜啦，你很奇怪，谁会从哀开始啊？又不是罗志祥，预备哀，所以要喜。阳光，哀，热，可爱，可爱了，可爱了，阳光，我觉得可以。高难度要来了，好，来挑战一下，挑战一下。悲从中来，好，开始。你在想什么？他没有穿衣服啦，太帅了。好，好 OK 啊，好，好加。他没有穿衣服，所以不要人家裸体在做表情。其实健身或者当潜水教练都是很好的职业，好吧？继续回去加油。不会啦，您这个好可爱，很快接到戏的啦，好不好？谢谢表姐的推荐，谢谢 Darren 成功，谢谢。来，立刻订阅中天电视，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。红色订阅的字样，把它按下去，那就对了。那订阅之后呢，这颗按钮就会立刻像现在这样出现小铃铛。小铃铛，记得这个小铃铛你也要给它按下去，就能收到我们最新影片的通知咯。赶快去。